对不起啊，老妈。好，这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就是我的成名曲，好像成名曲真的吗？哪里来的成名曲？赛德克巴莱主题曲《看见彩虹》，谢谢。但是比较可惜的一点是，为什么不是我独唱呢？吼，人家一定要那么多人一起唱这首歌，那导演很坏啊，不给我机会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哦，可以了。Oh,
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我是阿飞，拜拜。下课。我们再一次最后掌声给阿飞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呢，那个 Adam 的 CD 这边还有，还有小吧台这边，如果喜欢他的，想要买回去这边哈，很便宜，跟原价一样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，今天来到铁花村，我是村长，啊，再次跟各位。村长好 ，OK， Amen， I love you， baby。好，谢谢各位再次来到铁花村。啊，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随身贵重的东西哈。比如说小孩子啦，你的宠物啊，不要带错了，人家的男朋友、女朋友啊，看清楚，留下指纹就好了。Yeah。OK， 铁花村礼拜天、明天还是有营业哈，明天是草地营业啊。活动会在草地，欢迎各位在明天如果还在台中的话，如果要等火车，等五点的话，下午我们两点就开始啊营业了哈，欢迎你们再来铁花村。啊，我是村长，祝大家晚安啊 ，OK， 再见啊，还有这样一个掌声 ，OK， 那我继续讲好了，OK， 好。不用唱，我唱的歌会很感人哦。时间到了，要不然我现在再唱的话，警察就来找我签名。啊，阿姨，下次你早点来。好 ，OK， 别忘了你的贵重的东西。谢谢各位来到铁花村。OK， 好，要签名了。OK， 要现在。谢谢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走路不要啊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。好，祝各位睡觉万事如意，虎虎生风，洋洋得意，不屈不挠，无怨无悔，睡觉无怨无悔。